书读得越多，你就拥有越多的时间。正兵阅书房上线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兵彦。提到读书嘛，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烦恼。放过我吧，我在学校已经读了很多年书，出了社会可以不要再读书吗？读书太浪费时间了，很多字，我比较喜欢看短短的 video。哎呦，不厉害读书嘞，每次看书哈，我就会头晕。你的心声我都懂。生活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已经被 social media 的懒人包短视频轰炸，而逐渐失去了看长视频、看长篇文章的耐心。我们不再花两个小时看电影，我们直接看五分钟的电影解说。我们也不再出门买报纸，而是直接在社交媒体看新闻重点。这其实也不是你的错，因为这是一个讲究快的时代。我自己也是一个无敌忙碌的人，可是再怎么忙碌，我还是会抽时间读书，因为我想要争取更多的时间。什么意思呢？举个例子，原本我每次做东西的时候只有三分钟热度， idea 很多，但到最后都是没有实行。看了《终结拖延症》这本书过后，我终于改掉了这个坏习惯，从此做事情更有效率了。再举一个例子，我对金钱没有概念，我都是用大量的时间去赚取金钱。看了《富爸爸穷爸爸》这本书过后，我学会了正确看待和获取财富的方法，所以我付出的时间少了，赚的钱反而更多了。所以啊，读越多的书，我就学会越多的技能，走更少的弯路。换句话说，我拥有更多的时间支配权，这也是我认为阅读最大的好处。读乐乐不如众乐乐，读读书不如众读书。经过了好几个月的准备工作，在今天郑兵彦书房线上读书会终于可以跟大家见面啦。我会在这一年内带你们读完100本成功人士爱看的精选好书，包括了理财、心理、生活、历史、经典等各个领域。我会用录音的方式把一本厚厚的书浓缩成只有15到20分钟的精华篇，而且句句都是重点，你再也不用花一个星期才能读完一本好书。另外，我也会制作思维导图，方便你快速理解书中的重点内容，你再也不用花时间做笔记啦。读书从来都是投资自己最好的方式。如果之前的你常常因为时间太忙、成本过高而难以开始，那么欢迎你加入我的郑兵彦书房，价格呢会比你直接买实体书更加便宜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每周只需要花半个小时，就能在一年内读完100本成功人士都爱看的精选好书。相信我，这个投资是稳赚不赔的。从今天起到9月7号加入的朋友们，还可以获得这个复古蓝牙小音箱，可以用它来听我的读书会，也可以来听我的歌哦。现在透过这支影片的简介评论区的置顶链接，就可以了解更多有关读书会的详情，也可以直接微信扫描视频上的二维码来加入我的微信版读书会。感谢你收看今天的影片，我在郑兵彦书房等你哦。我介意我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双下巴？不可能完全没有的吗？